迎来到刀锋铁骑的世界，我是常青城的君。首先请进入单骑破曹营的试炼，来熟悉游戏的基本操作吧。我应该试试调虎离山之计。只有再深入一点，碰碰运气了。好，有人混进军营。什么情况？炮的军营有人着火，可是赵武居然还没有死。这边应该是逃离的最佳途径。
杀。城门打开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兄弟们冲啊！我不服。